亲爱的彩虹，亲爱的何彩虹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你的情书怎么还停在亲爱的何彩虹？晚上没有范本吗？有啊，不好意思抄。我想写出一份最感人的软件工程师风格的情书，一定要是原创，这样的话才有诚意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两种牌子的卫生纸，到底是哪一种更柔软一些，触感更好一些？你就是拿脸当屁股感受呗。亲爱的何彩虹，你继续想吧，我要躺一会儿。到底从哪儿写好？我爱你，超过了我的 CPU。你的照片就是我的桌面，每次点击都会看到你的笑脸。你是全世界最强大的黑客，黑进我的大脑，修改了我的设定，并在上面强行地注册了你的名字。你是世界上最顽固的病毒，将我彻底感染，把我变成了你的终身服务器。你打开了我的视窗，浏览了我的心房。自由的 login， 自由的 logout。尽管如此，亲爱的彩虹，我爱你，我愿意把我的一生都交给你，让你尽情的格式化。哇！我写出了本世纪最动人的情书。收到你的来信，我的心不禁砰砰乱跳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默默地喜欢你，友谊是那样的纯真。我经常问自己，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期待这份爱情？假如不是，我们会不会付出友谊的代价？你的来信消除了我的疑虑。信了，拿。啊，哦，原来他一直在喜欢我，一直还爱着我，只是不好意思表达。哎呀，对呀，男生应该主动一点，怎么能让一个女生主动呢？这个事情怪我，不容易。挖盒子的时间到了，你还去吗？去啊，干嘛不去？当然去了。哎，你先自己去好吧，我去见一下何彩虹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已经表白了，还挖什么？那可不一样，表白是表白，约定书是约定书。我跟你讲，何彩虹最喜欢反悔，这一次我一定不给她反悔的机会。双保险，我们一起出发。走吧，快快快快快，来不及了。哎，我衣服在哪儿啊？
先生，晚了。啊，有人送过了。哎，你个乌鸦嘴，说什么呢？哎，好心提醒，还这么没礼貌，真是。 我常常在想，你身边这么多男生，比如说东林，他条件这么好，而且看得出来他是真心的喜欢你，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我？因为只有跟你在一起，才会颅内高潮呀。 我真的没想过，在这段时间谈恋爱，似乎什么条件都不具备，而且你又是一个开开心心的小女孩，我怕你受到委屈。我一直都很开心啊，哪有什么委屈啊？真的。 彩虹，你他没怎么样你吧？还季教授，我看你是禽兽！我警告你啊，以后离彩虹远一点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邓林，你放手！听到没有？让你放手！你放手！苏邓林。 何彩虹，你太过分了！对不起啊，他最近妈妈去世了，可能心情不太好。 挖了一个小时，没有找到。东林，东林，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一样，我不如去死了算了。东林，你先开一点，东林，你不要去死啊！东林，开门。 我不会去死的，我只是想静一下。如果我去死的话，会提前告诉你的。你要提前6个小时告诉我。知道了。流程和我没有非爱你不可，骗了自己却更难过。你好，我是东林。 现在不方便接你的电话，有事请留言。